老段姐应该说点什么呢？做点什么？祝大家龙节快乐。还有一个青年节，祝大家幸福。还有一个母亲节，祝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没了。你知道接下来一个节是什么节吗？想问什么呀？三个节过完了之后，还有一个节是什么节吗？啊？你很有节目效果吗？加戏，他让你说儿童节。What？ 儿童节什么？祝大家什么呀？祝我自己快乐呀！就节日快乐，有什么祝的吗？啊，今天就到这结束了，走。